韩国最闪的情侣泫雅亨顿当初公开时惨遭经纪公司解约退社，不过两人依然没在怕大众目光，爱的超高调又义无反顾，不知不觉就已经迈向交往5周年。泫雅在自己的社群上发文po出一组合照，并写下谢谢你从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在我身边守护我，让我非常幸福，当我最有趣的朋友并一直信任我，我爱你。超闪的真情流露不但让粉丝都被甜哭，连 Jessie 看了都忍不住回文让我去哭一会儿，配上一排哭哭的表情符号，不知道是被小情侣感动到还是被闪到了呢。邓也有在自己的账号 po 照，不过含蓄的他就只有留下几个爱心符号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对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啊。